十四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格外引人关注。现在我把19日上午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及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、乔石、李瑞环、朱镕基、刘华清同志、胡锦涛老红军来到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。年轻人50岁不到，49岁，胡锦涛同志。